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康巴藏语卫视频道，这里是2011藏历金兔年歌舞晚会欢乐香巴拉的现场。 牧民新生活的壮丽图景，装点着雪山草原，一条条通天大道，犹如一根五彩的哈达，蜿蜒在雪域高原。 跨越发展，长治久安是最美的画卷。让我们唱起欢乐的歌，跳起欢快的舞，请欣赏《欢天喜地》。
가주 체메도 시비 샤조디 나초라 18제 종농 신시 아루 칸바 러바 춘겐지 베 쪼부 똘람바위 레시데 쪼모 이지로라 러바 춘겐지 러오 쪼모 로마시비 레용신 바지레 체제 나웨 파람던제비 다시 헌던샤 迪庆州歌舞团为我们带来的舞蹈欢天喜地，让我们感受了春的气息。 亲爱的朋友们，在我们去年卡玛卫视的葬礼铁虎新年上，著名歌手村根的一首《阿鲁坎巴》给我们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么今天村根再一次来到了我们的晚会现场，他将把一首《珠穆朗玛》带给大家，有请。
在这个帕依那沿路街道店面七进八进扎起边门子中间想得老妈家中卓玛老姐在这个康巴西边来用心不觉得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金弦子格桑智马为大家带来的歌曲美丽的康巴
公格勒马央金呐，中央么的勒卡祖边南巡勒马行人啦，空格龙边派一节在勒西巴的呢，可米派一大古要忙了西的，中马西边勒用的勒瓦丹着急，最早么的啦，俺出了包桥三木脚呀，带着南巡勒瓦丹着急，伢啷么啥子装备勒用，通过地区西边勒用的，看见啦，不觉得。 感谢央金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动人的歌曲。央金呢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青年歌手，中央电视台的梦想中国让我们记住了他。那么刚才他演唱的这首《故乡恋曲》呢，是他的家乡甘孜道夫的民歌。那么甘孜的另一位著名青年歌手甄之以一首《猪马》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接下来呢，甄之又将要把一首自己作词的新歌。 那是父辈时代腾飞的梦想，绿色的草原走来如花的姑娘，那是身影飞到了卓玛的家乡，蓝色的天空飞扬亲人的花香。 那是身影带给康巴的吉祥，绿色的江河飘出醉人的芬芳，那是康巴捧给身影的琼浆。哦， 蓝色的天空飞扬亲人的花香，那是身影带给康巴的吉祥，
绿色的江河飘出醉人的芬芳，那是康巴捧给誓言的琼浆。哦，身影飞来，沉寂千年的草原下了。哦，身影飞来，等了万年的雪山笑了。哦，身影飞来，绿色家园万古安详。蓝色康巴永远向上。希望大家中国沙别没得东北北街利用开发装置才能多么能第二部戏个陈谢业了，昆明六个年末的假期为自贸南北站的宝桥三门小友。亲爱的朋友们，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的歌声犹如血液，流淌在了时代的脉搏里，也深深地扎根在了无数观众的心中。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老师，有请。有请彩蛋老师，有请，谢谢，老师，谢谢你们，感谢到这么老，老师，多谢的嘞，多谢的嘞，老师，好，多谢的嘞，今天给了大家的拉萨呢，我做康贝年初工给老师公司了，别把我自己干死些个耶，多谢，今天大家呢，我做别给老师的吧，那给了今天呢，多云康斯基别的分担那么了，老师姐扎心面子去呢，啊，这个这边，老师，嗯，爱听他们了，别老师了。嗯，故事对他用啊的，嗯，来这肯定他了，也叫预备面对许多女，听他们了，这些的嘞。老师，给了，谢谢。非常感谢彩蛋老师的吉祥祝福。那您今天要给我们的观众带来什么歌曲呢？我唱一首那个《再唱山歌给党听》。好，好吧，有请，谢谢，好，掌声有请。谢谢
大大的人把那抗病念住但那被拉上街的比江梦一里罗萨家那个工作得了这上班那些病出来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康巴卫视频道，这里是2011藏历金兔新年歌舞晚会欢乐香巴拉的现场。第二个托工牛人差多点了江城南阿扎门当地台湾最多点兵中将三成写着月。今天的高原，人们正在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让梦想变成现实。工资什么大金巴拉没都拿出托工拿去长特金藏里高万里高一把的那把呢没里靠个某某囊镇特某个连的呀。再用托工跟阿东切西别利用的呢天地工作者接近千里人了，但那抗病别给年吃空给，切得工作的啦，张队些别利用些就用。利用的抗病别给年吃空等，加切为别的一毛一把子，再话等，天子代理人再话三毛钱钱。呀，一毛钱钱，唱的你阿姐别接，拿现着六把抓接，更干了接，哪把冲了利用的不见别，哪把接干死路呢？雪融大地，花开高原，和谐世界千年万年，这是各族人民共同的心愿，也是高原上我和你这首歌表达的主题。这首歌是康巴卫视组织力量专门为今天所创作的，它表达了康巴卫视与广大藏区观众的深厚情感。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青年歌手更嘎为大家演唱《高原上的我和你》。遇见你好像久别的知己，端起那热腾腾的奶茶哟，帐篷里有了欢声笑语落在这样熟悉的时候，我开始向往新的一天。我和你一起眺望，眺望天边的彩霞，一起走向绿色，绿色的原野。我和你一起度过难忘的岁月咯，一起歌唱草原，草原的传奇。深情地遥望着你，跟随你走马驰骋的身影，感受你的梦想和热情咯，那穿山野岭的歌声是我深深的记忆。我和你一起眺望，眺望。
大呢没一家新康源了，都小姐入网这些都小姐吃我当了，都小姐母子呢带回家今晚来见唱的你得见了个图片能把做了照片下桌修了西巴拉西鲁呢。美丽的香格里拉是人间的仙境，这里的每座山都是灵秀的，这里的每条河都是清澈的，请欣赏迪庆歌舞团带来的舞蹈《沉韵》。Thank you.
蒙布西查姐姐项目姐姐家庭搜索两年就要把的阿张姐姐呢得弄个用处病才得写的唱的呢阿张姐姐弄把走了人比三十遍两十遍比弄把自己推算逐步永远免得写。亲爱的朋友们，近年来很多藏族组合如同雨后的春笋一般活跃在舞台上，阿家组合呢是其中最亮丽的风景。接下来有请阿家组合为朋友们演唱《年轻的心》。Yeah.
僧僧压迫上弄打哪子修的乐死喂乐死公的钱囊比这边下重的呢，家人自己下重，下重的金子把西把的嘞。俺在穷的你吃的，家人在种的偏偏，给人刑事警察得把了，你偷把你偷进七十斤。亲爱的朋友们，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踢踏舞传铃，踢踏一直以独特的形态在美丽的草原上延续。非常感谢甘孜县的老少三代带来精彩的表演。
咋同能俺最亲人一了？俺能看一次的比同格的干部人。今晚来接，厂的你别叫那些了吧，趁我多接了接，弄不成了。这边拍一，大雨门上这边来用三八新不接的。蓝天下的草原总是令人向往，翱翔在蓝天下，我的心从草原飞过。请欣赏青歌赛银奖获得者藏族青年歌手泽万多吉为我们带来新歌《美丽的家乡看不够》。
那他妈怎么热啥？那这哑巴鸡成熟呀！ 这是一个丰收的舞蹈，充满着欢乐、喜悦和祥和。这是一个丰收的舞蹈，充满着欢乐、喜悦和祥和。 呀，今晚天气，唱的呢，那么着急，寒风腊节，那么冲了，赤路级别，两三百斤不见别，那么急，该是西路呢？今晚呢，也将是一个丰收的夜晚，我们还在期待着，收获更多的欢乐和祥和。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韩红为朋友们带来新歌《归来》。
谢谢。非常高兴作为一个西藏的康巴人，站在康巴人的舞台上，站在康巴卫视，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藏族同胞问一声扎西迭勒平顿措。我是西藏昌都人，昌都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但是我现在要做的事情，除了公益之外，第二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我的家乡告诉全世界人，让所有的人知道中国有个西藏，西藏有个昌都，我们都是康巴人，让我们为康巴而自豪而骄傲。接下来就唱给所有的康巴人一首我家乡永远难忘的歌，很小的时候就是听着这个歌一步一步向歌唱的事业迈进的，歌的名字就叫心中的昌都。
望来见，切记打大水什么呢？抗病别给年纪，那男的被拉兄接的病，江某医里老三姐中住了，带来乡巴拉疾病出来呀。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康巴卫视频道，这里是2011藏历金兔新年歌舞晚会香巴拉现场。有红西拉门德塞，格里西拉卢卓塞，吉丁西拉强德塞，再度点比三吉尼达，再西连比香巴拉。有一种美丽叫心醉，有一种言语叫歌舞，有一个世界叫和谐，这就是美丽的香格里拉，欢乐的香巴拉。
我们欢聚在一起，充满欢乐与吉祥。今夜所有真诚温馨的祝福长留我们每一个人心中。我最娘子能了三百的故乡，马凤中介的故乡，我最特这都在记得着呢。共建托共的强盛八级建立前从三百西中给短期，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年，期待明天，让我们携手努力共创未来，把雪域高原建设成繁荣和睦的美好家园。今毛天气中国年轻别的荣雄可当我当年轻别的荣雄可某某思想抗病别给年轻的病人为了上街的病将不一定罗三姐来个公主别练充满了几把让你人心创就进。观众朋友们，由中共迪晋州委、迪晋州人民政府、康巴卫视联合主办的2011藏历金兔新年歌舞晚会《欢乐香巴拉》到此结束。再见了，再见年味道，也是我的作品，也是天的传奇，草原的传奇了。我深情地遥望着你，跟随你走马至真的身影，感受你的梦想和热情落那穿山野岭的歌声是我深深的记忆。我和你一起眺望，眺望天边的彩霞，一起走向绿色，绿色的原野。我和你一起度过难忘的岁月咯，一起歌唱草原，草原的传奇，草。